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如果溃败，一气之间溃败，他就冲进脑膜。那冲进脑膜以后呢，大概你只剩24小时，就只剩二十四小时，比癌症还快啊。如果是防护要24小时内，如果说再不建立起来的话，就会就对，就是24小时内要就医啊。如果24小时不就医的话，就很危险。好了，这边还有肠病毒，最主要的症状是肠胃不适，是这样子吗？但当然不是啊，刚刚我也没讲到这个症状啊。那所以肠病毒，它肠胃不适也是其中的一项？没有，基本应该是不会，对。那为什么取肠病毒？对啊，好像因为是在肠子发现。哦，对对对，只是他原来一开始的时候是在那边发现的。您听清楚，这边还有来肠病毒的病菌呢，生存能力强，可持续数周之久，然后再来六到八周，所以变成说你在发病之前，他就可以感染给小孩子了。看，好恐怖。发病就是你得到以后，你可能会大人可能就轻微觉得不太舒服啊，怪怪的，倦怠啦，对，哦，然后。说不定也有一点轻微的高烧发烧，你也搞不清楚，很快就没有了。比如说37.8，38一下就没了，就不知道了。对，还是要稍微注意啦哈。来，大部分的人呐，得到了肠病毒会自然痊愈，没错，这我讲的，大部分都会好，所以不要紧张。所以，这小孩子就算得到肠病毒，也是大部分都会痊愈。大部分都会，就是做这些。你只要非常注意刚刚我讲的几件事情，就是说自体免疫力，不是，对你，你其实他在感冒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吃东西。小朋友如果不吃东西，你要想办法给他吃。对，那他如果能够吃东西，然后能够看卡通，就没事。就没事。那如果说他不吃，现在是个指标，对，是一个医生问的，有没有在看卡通？有啊，那没事，这个非常重要的。然后他会不会去玩玩具？哦，好，再来，感染过肠病毒的人呢，就可以终身免疫。这个刚刚是说没有，对，就是刚刚讲，就是说71型它自己本身也会变，所以它会有微小的一些变化，所以你就算感染过，下次还是会感染，就有点类似感冒一样。这次感染，我说我每年都在感冒，怎么搞的？感冒病毒整天在变，没错，它就每天在那边变，有微小的在调。所以听起来好像肠病毒蛮可怕的，很可怕，对不对？不过不用担心，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是教你，如果这样做，你可以远离肠病。哦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最重要。当然还是要进入下一个阶段测验。好，三位加油，来。好，第一题，请问多晒太阳可以远离肠病毒？对或错，请作答。这我最快。正确答案是圈。好，你加油哎！第二题，请问接种疫苗可以远离肠病毒？对或错，请作答。疫苗，正确答案是疫苗，没有疫苗。差，三位都答对了。这题厉害哦，以为三位都会答错。第三题，请问用漂白水消毒杀菌可以远离肠病毒？对或错，请作答。漂白水。题目出的实在是太容易了。正确答案是圈。啊，不是很容易吗？不是。第四题，请问用干洗手来洗手可以远离肠病毒？对或错，请作答。对啊，正确答案是擦。哎，我刚才在化妆间跟你讲过了，你都没听。哎，干洗手还是可以啊。第五题，好，最后一题，请问新生儿喂母乳可以远离肠病毒？对或错，请作答。正确答案就是圈，三位都答对了，我赢了，你赢了吗？这两个阶段，我文姐跟红哥都是7分，9分，近乎全部，有两个垫背的，来提升免疫力的精力汤，看起来是白白的。哦，这个味道真的还不错，一小口就好了，不用全喝了，一小口就好。想象一下，你跟鱼肉配在一起就好。哎呀，你刚才讲那臭鱼干，好辣！我们现在来回答问题的时候，让洪都拉斯来回答，因为他刚刚在笑那个吕文婉说用干洗手洗手是错的，因为你干洗手不像水，是会把细菌冲掉的。那干洗手是你还是一直抹在手上，它细菌会造你，你听到不？细菌不会跑掉，所以它没有办法预防。一般其实出去的话，干洗手它有一定的那个杀菌，就是杀菌的效果，没有办法完全。对，可是你干洗手你不可能洗到就是。不是我的想法，我看八九不离十，你们三个聊了5分钟也聊不出答案出来。白老师到
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它是这样，因为干洗手它其实是利用酒精，对对哦，那所以它里面有75%的酒精。那一般来讲，很多的这个细菌或者是病毒呢，它如果外面有那个所谓脂溶性的一个那个膜的话呢，它被这个酒精75%会把它溶破掉，嗯，那溶破掉的话呢，那个细菌或病毒就会死掉了，所以用75%的这个酒精来杀菌是经常使用的。但是呢，只有这个肠病毒71型是比较特别，就是它的那个它的外头是可以抵抗，酒量比较好，对，它可以抵抗酒量比较好，它可以怕酒精，无法融化，无法融化它，对对对。所以不是说这个酒精都不能够杀菌或消毒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只有对这个是这个肠病毒的71型，所以它不是100%，对对对，只有71型比较特别。对，那我在这边我们还要郑重的跟大家讲啊，包括观众也要仔细听清楚哦。我们这边讲说用漂白水消毒杀菌，不是叫你洗手哦，对对哦，是漂白水来擦桌面啦，擦你周边的，就像当初 SARS 一样，很多店有的是用漂白水这样擦桌面地板，不是你想说哦，干洗手不行，那我用漂白水来洗，不是这个样子哦，哦，那这个要稍微大家注意一下哦，哦。好，第二个大家都答对了，这我们是没有肠病毒的疫苗的。对啊，没听说。没有，做不出来。做不出来。对对，还做不出来。不过台湾现在伟大的做不出来。台湾现在已经在做了，听说3年后可以上市。好，那第五个来，新生儿喂母乳，母奶的那个所有的营养成分是最适合小孩子吃，最适合人吃。但第二个是比较重要的是，他跟妈妈借了很多冰来。因为妈妈的抵抗的那些抗体会循着那个乳汁进入小孩子的身体，所以他等于借冰过来防守，借了大量的冰，借了大量的冰，对对对，所以就变成说，如果说以妈妈来讲，她妈妈因为刚刚我讲大人不是抵抗力好嘛，所以她得到肠病毒没什么症状嘛，那你把妈妈的那些抗体全部吃进身体里面来，就等于有一个保护网在保护他。哦，我现在情急在先。对对对。哦，然后再来，刚刚有提到勤洗手哦，这边我们有一些洗手的真正的对的方式。疾管局又提了一个口诀，叫内外夹攻大力丸。来，洪都拉斯，内怎么洗内？掌心对掌心，哎，轻轻的搓揉。来，大家一起做好，大家一起做好。你看，哎，你看，这就洗到内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那外呢？掌心搓外面的长辈，啊，长辈，厉害厉害，那要换手，要换手，对对对，要手到手。那夹呢？夹就是指缝之间互相搓揉。哎呀，你看多厉害，你看，哎呀棒。那弓呢？弓就是指甲，屈腕，对，要屈，就是背，指尖呐，算是指背，脚，指背，对，指背，因为我们的手指头最容易沾细菌，所以指背要洗。然后再来大哦，这个大的厉害了。等等，詹姆斯特制的蛤蜊黄鱼汤，鲜香的好滋味，不仅让潘博士大力推荐，还让吕文婉想要当詹姆斯的徒弟。哦，香菇你把它煸香之后，它的香气就出来，香菇，然后你待会跟这个汤再做结合，它就特别的香。哦，哎，就只是这样多个动作差这么多哈。哦，哇，就融合了那个，哦，好有幸福的感觉。哦，詹姆斯，你要不要收徒弟呀？说我们不是已经在教了吗？哇，好好喝哦！哇，好好喝哦！这个辣味是很下口，你觉得好嫩好嫩，汤好鲜好鲜哦，嗯，好吃哦，好热，快喝下去了，肠病毒说拜拜，对。